使用。哎，然后其实我高中的时候，我的毕业礼物就是我们学校特别帮学生制作的一个礼物送给我们，真的就是跟悠悠卡。是，就是这一张吗？哦，不是，哦，不是，那张就是我可能不小心就是跟他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，遗失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然后我就赶快再去买一个。那个是什么图案呢？那个是一个比较像，那个是。手绘的，好像我们跟一个画家合作，是纪念版的。对，高中的时候学校送给毕业生的纪念品，遗失了。那个小女孩就很像我们那个时候。是，好可惜哦。不，没关系，我们调一下档案，帮你再回忆一张就好了。哦，对啊。你今天不就是来悠游卡公司吗？这事不难解决啊。哦，哪个高中啊？什么高中这么有心啊？北一女中。我最想念的学校，真的吗？一辈子也念不了的学校。好，不过说实在的，现在你进了社会，我相信你更感受到悠游卡的便利。那身为活动代言人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悠游卡的了解。好，其实我从学生时代开始，我就一直是一个悠游卡重度使用者。是的。而且现在悠游卡的功能那么的多元，那真的是我们生活的好朋友，以及很重要的陪伴。是。所以其实我每天他都陪着我从早到晚，等于是好像我的小助理，又好像我的好朋友一样。是。然后很开心，真的这次机会可以担任微电影创作比赛的大使，还过足了戏。对，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你扮演五个角色，对不对？对，包括有这个跑步的美少女啦，对，还有学生类，还有导演，然后家庭主妇、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像私底下大家在家里的样子，是宅女的那种感觉。对对对对。